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Cool Style 的频道，我是西亚雷秋，我是超重的男子 Ali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 Cool Style 的企划，也不是为了改造培根。而是为了我们的全新嘻哈单元《全新代》，那为什么会有《全新代》的这个新计划呢？因为我们就是喜欢饶舌文化的一份子，对，喜欢派对，喜欢听歌，还有我们一些八卦面之外，我们还更喜欢探究饶舌歌手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就像台东知名饶舌歌手 Dutter T， 看你老师，他的本尊居然是一名什么老师，在国外教书，厉害，太强了，太强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各个 rapper 可说是卧虎藏龙，身怀绝技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 BC 大伯跟我们下战帖啦！哇，这个很赶哦！我操，好歹我们也是潮流媒体全国联赛冠军。还没有啊？好，那我是。看完刚刚那个影片，你觉得 BC 我觉得 BC 大宇他跟我靠带运球之快的啊，跟闪电一样。没错 ，BC 要跟我们下战帖啦，我们人也到了。但是说真的啊，我们真的打球一般般啦。我们真一般般，我们都是一般般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很会挑时间，过年后约打球，这种大热没有很会喜欢在选一个中午一点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一窥，究竟 BC 大宇到底多会打球啦。如何啦？那我们先跟 BCL 说明一下我们的关卡。首先呢，第一关就是我们的运球大赛。那 BCL 对这个，应该还行，我们不太行。好，那我们第二关呢，就是三分球大赛。三分球大赛应该很放心我们了。自己本身没什么信心。我们刚刚练投了几颗，没在中球，没进板。有的拼了，有的拼了，应该五五波啦。BC 到就算五五波，那大家应该期待的就是我们第三关，第三关一对一，一对一。但是一对一，我们有个 bug 啦，对，要打两轮。对，当然观众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打两轮啊？因为其实三战两胜后呢，就会准备一个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大冒险。要期待一下的，问题一定猛的，慢慢挖到。那我们就紧接着开始第二关卡吧 ，Go！ 好，我们第一关运球大挑战，对，就派出我们的嘻哈雷丘对决我们的 BCW。电光。我们的嘻哈雷丘了，好不好？走，速度啊！23.9秒，阿比 BW 快了，0.2秒，零点二秒，有点浪了。就第一关，我们先平手了。好，先平手。又来到了第二关，我们的三分球挑战。刚第一关平手嘛，那么现在第二关，我想先知道两位选手对这关的把握程度。我运气啊，装备，我也没有乱捡。88，我只是88扣一分，就想尽办法要光光的对。我们第二关，我们先由 Adi 上场，开始。
哇！第四颗哦。好，酷跟突破神机，负担紧接着 BCW。好，第三关男主大赛呢，我们看到了酷跟底部负担，然后我们的 BCW。但是三十三真的太难了，我们来高线五球，我们再一次。五中一，紧接着酷跟底部。好，我们临时改的防守性大赛呢，算是一个反败为胜啊。但是其实这边好像也不公平，因为其实我们原本是输的。双平手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是双平手的局面，最后一关危险哦。B C W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绝对不会输的。第三关一对一，斗牛开始。我觉得 BCW 他那运球之快的、啊，跟闪电一样。快的、啊，跟闪电一样。回到 B 四六的手上。没想到 B 四六又爆上一次。第三关一对一斗牛，在我们不断平手、平手、平手又平手的焦灼战况下呢，很开心的，我们酷编辑部赢得了比赛。我觉得 B 站的人太多了，他刚其实很多球都可以被拨掉我，他没拨。所以我们知道 B 站真的是保留一些实力，但是我们还是赢了。可以问了，藏在我们心里很久，终于可以问了。紧接着，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桥段 ，Go！ 耶呼呼！其实我想先请问 ，BCL 是现在最喜欢的球星 ？Lonzo Ball 吧，跟 Stephen Curry 的，我们两个最喜欢。Lonzo Ball 对他的负面消息，还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喜欢他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他年纪很轻，然后面对很大的压力，我觉得他内心的抗压性很强，就全世界都在干掉他。就是怎样怎样，可是他还是可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他最吸引的是，他不会因为这样他就表现得很负面，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。别人不喜欢他，可是他还是一样把这件事做好。他们两个球员都有某种激励人心的特质在。对，算以前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有一点点负面的英雄人，现在长大后我就会比较喜欢行为上面是正面会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往积极的一面走总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我们这个计划不但就是窥探一些老水歌手不能这一面，我们还传达一种什么正面能量，满满的正能量啊！哇，不得了，真的需要。比如说你一负面，我跟你讲，骨头都直接都烂掉了，因为你心态不对。然后如果你快乐、你积极，可能还会感染别人，周遭的人。没错，做什么事都对了。因为你积极有时候不一定会成功，但至少去试。我要的就是那个去试，你就是要踹啦。你就输了就输了，但是你要去面对，就是接受那种。我有感觉到这个袋子有负能量串出来，满满负能量的袋子。因为里面呢是有九道题目的，那因为今天三关比赛嘛，后三道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打开这个试验吧。来，这个
乱猜啊！太简单了，这个想都太简单哇！这题题目就是超级可爱型的凯乐，跟拥有姣好身材的熊熊，哪个人约你出去单独吃饭，你会比较开心？这还用选吗？我个人啊，觉得一定是熊熊。我也觉得熊熊。男人，你看他们两个都替我回答，我不用选。凯乐是很可爱，就是太可爱，太梦幻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出去吃饭或干嘛的。而熊可能比较开朗的一个女生，所以我觉得跟他可能会互动比较多。可是凯乐可能就他好像在发光的，你也没哇，讲话可能都不太好意思这样。熊可能会自然一些。对，来最猛的那个拿出来。哎呦，这个其实蛮有趣的。OK。在荒岛生活一周，跟在绝对闹鬼的医院住一晚，你会选择是哪一个？我会选择闹鬼的废弃医院。我有感觉过特殊的磁场的东西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所以你觉得你有那个体质？我比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说就是去打个招呼这样。不怕的，我是尊重啦，没有说不怕，当然怕啊。如果他突然出来，谁不会怕？但是比起荒岛自己住一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之前看过 Discovery 那种荒岛求生，我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哇，你去闹鬼，那还干脆一点，你就是在那边睡一晚，你还有自由哦。那边荒岛更恐怖，这个问题直接选择闹鬼。有道理。那其实我会觉得比较有是荒岛一周，为什么？因为闹鬼太恐怖了呀。你说闹鬼，可是闹鬼的话，你不一定会死，然后你可能会死掉，可能会有野兽。野兽搞不好就把你挂了，而且搞不好那荒岛还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你可能有鬼，你可能有鬼，你可能有鬼，到处都有。哎呦，这个是感情观。假如你正在玩一个你极度沉迷的游戏，是，然后你的女朋友突然找你出去，你会如何抉择？我就跟她说你不要吵。Shut the fuck up! Get out of here! 没有啦，我是说我现在要打电动，你不要帮我。就像他想做任何事，他就会去做。但是我想要做任何事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其实就是要有自己的空间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是就是想到什么就会去做的人。对，我不会等，因为如果我没有做，我再去做这件事，我心里会悬在那。悬在那边。因为我没把这事做完，我就觉得哦，我刚那关卡还没过，就差一点，就差那几枪射下去就结束了。我就很想回去玩。就当下喜欢专一一件事情。然后做完一件事情，也专一的恋爱。专一。正能量。专一又在正能量了。真的要专一啊！一定要，大白天的，大白天的，阳光这么大，等到晚上就不一样。晚上这里的磁场就特别邪恶，有没有？过一条街，各位观众，大家都知道是哪里吧？哎，你们人真的超好，我还想说就是要讲些这辣到一个跟以前有关系的事情，还是什么？可能要留到下一集。怎么会越来越辣了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第三部尺度那么宽了，一定给他冲到底了。没有啊，因为你们。我们先慢慢磨那个尺度啦。你下一次还愿意接受我们挑战吗？可以啊，不要大白天就好。那今天很谢谢 B 站有来参加，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 B 站的一些大小事。那重点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开心，看得也开心。好，最后我们也准备一些小赠品、小礼物要送给各位读者。你只要按赞，然后留言说你下一集费心大想看到哪位老手歌手不为人知里面，然后就有机会获得Nike 篮球，会有两颗，然后有 B。那你只要留言按赞就有机会获得费心奈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。